我要讲的重点不是你做新主播多久，在过去十年里面，傅永康统计他所做的布道会和整灵魂拯救，过去的十年他已经带了十亿的人信耶稣 ，1 billion。我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我要带出来的信息是我们在做什么？一十年带十亿的人来信耶稣，平均一年带一亿的人来信耶稣，也就是100万。我们在做什么？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兄弟姐妹同工，我们在一个行列里面，在一个列车里面，不是玩玩来沙滩 picnic 野餐这样的方式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上帝兴起我们，有他美好的计划，有他美好的旨意。上帝不要你这样的糊里糊涂，哎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这做而已。上帝在你还沉睡的时候，上帝在你还懵懂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目标的时候，上帝兴起很多人来拯救灵魂。今天问题不是在于上帝要不要使用你，你愿不愿意给上帝使用。我没有看到傅永康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只是一个愿意的心，他愿意去非洲，他愿意去一个开始一间七人的教会，由这么开始到今天十亿的人来信主，一个愿意的心，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心。他的道没什么不一样，他的道没有什么特别到使到很多人来信耶稣，特别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使到很多人来信耶稣。今天我们要讲的，因为有关系到这个医病赶鬼医病 的系列，为什么你说哎呀，为什么今天那么神迹那么傻，为什么这么没有果效，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其实为什么我为病人祷告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用傅永康的短片给你看？原因只有一个，福音，因为他的心要拯救灵魂，因为他要传福音。傅永康牧师是一个很强调福音的人，他只有两个 message， 两个信息：信主耶稣，圣灵充满；信主耶稣，圣灵充满。他的信息简单到不得了，他只一辈子到活到今天要将近，你看他要将近70岁了，他还是两个信息罢了：信主耶稣和圣灵充满。所以兄弟姐妹，今天如果你要让上帝使用你，在神迹启示里面没有秘诀，我尽可能所把所有知道说上帝感动和上帝启示我的都跟你们分享。我没有说哎呀，这个是秘诀来不收起来不让你们知道。你要看到果效吗？你要看到死人复活？你要看疫病能够发生在身上传福音？不是来这边呢、啊、讲那过日子，然后在教会这样而已。拯救灵魂，拯救灵魂，传福音才是我们核心，我们被召来做的。我们如果我们够谦卑，我们很够放下自己来说，我们看到我们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跟传福音没有关系，我们做很多那些浪费跟拯救灵魂没有关系。我们在跟一个人分享，可能讲了两个小时的电话，但是都没有讲到福音的重点。为
么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活水？为什么你不能看到医治得到医治的身体得到医治？你没有看到灵魂得到拯救？因为你的心的重点没放在。我没有看到布永康牧师有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看到有一样，他渴慕，他一直在 set 目标。他说他在1990年，他向全世界的人宣布，在未来的10年，我要带10亿的人来给耶稣。他做到这个目标。10年后的今天，2000年，他带10亿的人来信主。请问，同工、传道们，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计划一年里面，这今年里面，你要带多少人信主？这才是重点。不要埋怨说呀，我做的不果效，我做的没有什么果效，我没有什么，我看不到什么神迹奇事发生。因为你的重点不在于传福音。如果你今天够谦卑，够放下来，你想一想，你做的东西多少跟福音有关系？难怪圣经讲，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难怪你看不到上帝的大能在你身上，因为你没把福音放在你的重心里。你为什么你的服事没有果效？因为你没有把拯救灵魂当个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活在一个时代。我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我常常很感受到，我常常也有这样的冲击。包括我常常听到，好像 SNI 跟我分享啊，现在有很多宗教出来啊，能够有神迹奇，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呢？这是一个冲击来的。我要告诉你，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像耶稣所说的一个时代，淫乱又不幸的时代。在一个淫乱又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兴起，我们要真正的刻木被上帝来使用。上帝啊，我不愿意看到那些假的神迹奇事，我不愿意看到那些邪灵，我不愿意看到那些假的宗教来捆绑这些灵魂。为什么 Reinhard von Kee 布永康牧师能够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他的聚会里面？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福音能够栽种，福音能够传遍到这些人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不被捆绑，他们的生命就不被邪灵来捆绑，然后他们被释放。单是灵魂被释放的时候，身体也会被释放，意识就领导。信息是很简单，秘诀也很简单，就要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我们看到人家有果效，我们看到人家的成功，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背后的理。所以我常常说，不是那些伟大的布道家，不是谁和谁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出那个原因。我常常在那些伟大的布道家，那些著名的牧师的脚下的面前听他们讲，我在领受的时候，我同时我在问上帝啊，如果你这国度里面有更多这样的人，岂不是更好吗？很多时候圣灵都回答我，不是我不要，是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好。我用了15分钟，我要把我心中藏在我心中的一个信息告诉你。时间不多，你的时间不多，为什么我要一直在拼，一直做那么多东西？我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很多的服事上，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我们就这么样的轻易的浪费我们的时间。当你愿意拯救灵魂，你的心是很渴慕拯救灵魂，渴慕看到很多人来信耶稣那种的心，你不难看到神迹奇事发生在你身上。当你的心是愿意把福音传给一个人身上，当福音降临到那个人身上，你会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捆绑被
破碎的破解的头脑，你会不惜一切牺牲代价来使到这里这个福音传到他的耳边和他的心中，栽种他的心中。我相信如果你有抱这样的心，我相信如果你愿意传福音，那今天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第16:17-18，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啊，若喝什么毒物必不受害，走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给你来，这些应许给你来做什么呢？来表现吗？他背后有一个大使命的，就是去使万民，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万民的原文是凡被造的，凡有活物，凡有生命气息的，你甚至可以跟狗和猫传福音。因为圣经讲的是 to every creature， 凡被塑造物、创造物，这个给你的神迹奇事，所谓的手按病人啊，喝什么毒物啊，说新方言啊，赶鬼啊，它背后的目的就是要你去使万民，把福音传到万民听，而不是拿这些神迹奇事来当做一个 show 表演而已。有你记住中间呢，我不太强调，我不看神迹奇事当这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我当神迹奇事一种的工具。你看刚才你看的短片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很清楚的折服人的心来归向耶稣？神迹奇事，讲这无用。百闻不如一见，事实胜你雄辩，百闻不如一见，一个神迹就能够折服人的心归向耶稣。但是在神迹之前，那些带着福音的人很重要，你就是很重要的人。我们做任何的背后，包括拍饭，包括 BB， 包括任何东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很重要，而不是带领教会，而不是带领活动而已。那个背后的拯救人，背后的愿意看一些人不要成名，好像青少的青少 BB 也是有的，现在很多的那些东西荼毒他们青少年的思想，他们越来越难，青少年人越来越难相信耶稣了，因为有太多东西的吸引了，魔鬼用很多的东西来捆绑着他们，使得他们不能够心不能够软了，心软来接受耶稣。从人家是年越来越长大，心是刚硬，现在年轻人就心年纪小的心就刚硬了。为什么？因为魔鬼在破坏家庭。每一个孩子都是单亲妈妈，单亲的家庭很多很多，绝大部分都是单亲家庭。所以单亲家庭的孩子，他没有爱，他根本不能够你跟他讲爱，跟他讲耶稣，他不爱。所以我告诉你，你很多，我跟你分享，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不要只是当着教会，当着你的服事，哎呀，不要紧啊，我只是。勉励你的服事很重要，你的服事有果效，果效的背的动力在那里，传福音，果效的动力在那里，拯救你的，阿门。OK， 讲到这里来，我接下来这个医治的过后呢，我要跟你们讲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这本书是已经在全世界印最少有，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啊，我讲错了，请你原谅我啊，已经是300万册了，300万册。这个英文啊，这个作者啊，写 The Work of Spirit and the Work of Power。我有个福音给你们，有个福音好消息给你们，这个呢已经翻译成
中文啊，中文来的啊，外面皮是英文啊，里面是中文来的啊。我跟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这本书太好了，好到人家翻译了，翻译来不及，发行就已经放在 internet 给人家 download 了。所以我们 download 下来，那我这是巴塞罗人帮助我的，他现在已经你看 Forset 的书局啊，已经做到那么专业了。你拿整套的PDF 给他 print 给你，包括 print 书皮给你，但是是英文，他没中文，因为还没出版嘛。所以一本这么漂亮，又有 color， 大家都说书皮 color 啦啊，有个 color 才16.8块，这个是必修课，我一定要你们买。OK， 所以这边有1、2、3、4、5、6、7、8，我有了，老公们，7本。OK， 因为我一定要你们读，因为我发现到现在很多人身心充满，对方言不讲究，这个里面全部都 practical。阿孙用2天读完了，可见这本书是很容易读的。你问老孙看好不好啊？很好，容易明白。好不好这本书？可以光速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回到课程里面，那我再来讲。我本身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很好，很好，因为我认识这个作者。这本书是其实我很想写的东西，既然感谢神已经人家写了，我不用再写了。这是我看到的重要，既然已经有人写，就不用写，就分给你们了，何必要浪费我时间在写这些东西？很好的东西，方言真的很重要。OK， 第二，我们一回来给我多5分钟的时间说，那我们上，如果你翻开那个疫病的恩赐啊，稍微一点点的疫病的恩赐啊，第50，第30。33页。OK， 刚才我有讲到一个经文，跟你们分享过，有讲到一个经文，罗马书1:16，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拯救的原文就是在这里，叫你看呢，拯救的希腊原文叫 zozo， 大家讲 zozo，zozo， 你看呢 zozo。救恩拯救一样的，同样一个字啊，救恩拯救，包括救赎，同样一个字，从一个字跟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心意，救恩，当你传福音给人家，福音就是要拯救，这福音就是要救一些相信的人，一切相信的人，这救恩包括带来平安。医好肯定救恩，康复使好转，保守恢复，重建安全。所以福音里面有医治的能力，福音里面有释放的能力，福音里面有神迹的能力。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把神迹带出去；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医病医治带出去。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释放的能力带出去。所以你今天不传福音，上帝你没有能力，所以我没有能力传福音。不是，你传福音能力就跟着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我们真的要静下来，好祷告，主啊，给我智慧的心，帮助我，给我智慧来分辨哪个东西，哪一件事上是跟福音没有关系、没有关联的，让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边，推动我去祷告、读经，让我装备更多来传福音。今天你在这里并不是来欢欢乐乐来上课而已，我希望你们是被装备而出去拆出去，是有能力的拆出去传福音。而不是坐在这里啊！我知道更多，而是去把福音传出去。OK， 来，我们来看《医治》这本书了啊，《医治》。还有，
我再讲一个，所以我很最近很伤胃。再讲一个重点，为什么医治在这世界上那么重要？因为在天堂你都不需要医治了，医治不是给等你上天堂才给的，医治是给你活在这世上。圣经讲，在启示录里面，你到天堂，你没有疾病了，没有痛苦了，没有眼泪了，没有哀伤了。那你要医治来做什么？医治是来留给我们活在世上的人的。所以人跟你讲，哎呀，不要紧啊，等一天我们回到天堂，你的病就好了。那回到天堂还有什么用？医治的能力和医治要你们自行，就在地上来自行的，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有抱，不要给那些的坏的思想，那些负面思想，哎呀，别好，无人会买别好哎，我不是 attack 你啊，我要给你，我灌输你一个观念，医治是属于我们的，上帝给医治是给地上的，跟天堂没有关系的，天堂你不需要医治啊，天堂你不需要安平安的，天堂你不需要喜乐，因为你充满喜乐那边，充满平安。充满释放，充满亮光，上帝的荣耀就是等于太阳了。你不再需要地上的太阳了，你这不再需要地上的月亮了，因为上帝的荣耀是充满的，没有黑暗的。神的国度，你去到天堂，你没有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医治是在地上的，神迹是在地上的，赶鬼也是在地上的，天上没有魔鬼了。所以上帝给你这些东西，不要说哎呀等到天堂了，没有，这一刻就是我。 Healing always is now， 医治永远是在现在，赶鬼也是现在的，不用等了，这已经上帝给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应许的。耶稣基督钉被鞭伤2000年前，医治你现在的病，现在你有病，或者你将来有病，上帝已经医好了。上帝特别把这经文写 heal 医治 past tense， 所以中文没有 past tense， 没有这样的东西，已经是过去式了，就是说已经完成了，做完了了。你吃饱了没？我们吃饱了。英文没有的，英文就是 heal 医治了。哎，你不能放一字，很怪的法文法不对，文法就不能了。因他所受的鞭伤，其实他的真正的意思是，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医治了乐。乐，已经完了，已经做了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当你知道一些神学的观念，你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会疑惑，哇。卡烧也塞啦，就肝也塞啦，这 cancer 在有的看，整肝的看，脑肝的看，我都唔敢，我唔知得歪曲哦，太好，我们已经是沾了上帝的医治了。当然，我今天帮助你，因为你是很要紧，你是管道，所以我要先把那个观念纠正你们。啊，至于那些人有没有信心啊、软弱啦、啊、不相信，我们就是你和我是不能控制的，但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你一定要相信，医治是属于我们的，医治是上帝给的。我再讲，上帝是天父，上帝是父亲，没有父亲愿意把疾病放在自己的儿子。我的神是医治的神，我的神是赐平安。我的神是良善的神啊，他要看到你好。来，我们来看，我们一起读吗？其实很少，不要说我们一起读啊，读完就算了，有问题一直研究啊，好不好？我们读，每人读一段好不好？OK， 丁，我们放开这个啊，没有公司了，没关系了啊，我会邀功你啊，不要紧啊。OK， 来看丁部第五篇身体的医治目录一二章是五六六章啊，神迹奇事的侍奉，我们请 S 读啊，这段读完了。OK， 来。
劳基拉德在世界各地的医治侍奉，被主大大的使用，他是最有资格在就这方面给予教导的。大约在五年前，主拜访劳基拉德，告诉他前往非洲去。到了非洲后不久，劳基和他的同工开始了户外布道，有显着的神迹医治发生，无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贫穷的听见福音，正如圣经的日子一样。若你寻求主，求圣灵的敬使你被圣灵充满且自满意，你也可以进入这样的侍奉，并用信心相信神的话，你也可以为病人按手，他们就必得医治。阿们。来，请您主任读完。灵医治的侍奉是神国福音的一个重要部分。神医治人这个伟大真理，贯穿正本圣经，旧约和新约都证明神医治我们的疾病。基督在世上的侍奉大部分与医治有共。初期教会的历史充满了奉耶稣名而得医治和行的神迹，只有在黑暗时代，教会被盗中，那医治的大河才变成了小溪。大约在500年前，教会改革将失去的真理补还给教会。圣灵补还的其中一个伟大真理，就是神是神迹医治。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发现了神医治能力的真实。OK 啊，林将军。这一篇是给每一位基督徒工人的。我们的祷告是，所有读这篇的人都为医治的侍奉恳切寻求神。这一篇的目的既不是要以那些反对医治的真实性的人争论，也不是在这重要的课题上做全面性的教导。这一篇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尚未在侍奉中圣经神医治能力的人。当你读的时候，愿圣灵加增你的理解力和信心，代表受苦的人接受神医治的能力。如果你得到的启发和教导，就算只能使一人得医治，也是值得的。继续你的产业，让神释放他超自然的能力，透过你去医治其他人。OK， 明白啊，到这里啊，不用解释啊。OK， 第一章你帮我们读一段一下那个阿当被造的。阿当被造在属灵方面是完全人，亚当和夏娃被造是无罪、无可指摘和没有罪疚的，他们乃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创世纪1:11，享受与神不被沾污的团契。他们无邪，在道德上没有任何错误，享受着内在的平安和与和和谐和谐。他们不知道害怕，也不被压抑或情节所折磨，他们的自我意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毁坏。他们是赤裸，但对此并没有罪恶感或感到羞耻。创世纪2:25，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们全然健康。刚出自造物者之手时，他们在属灵上、身体上、心智上、情感感情上都是完美的。他们是神创造奇才的伟大产物，按耶和华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呀，接下去。亚当被造，心理和情感上都是完全人。神给亚当命名所有动物的工作，也给他管理和统治的工作。据圣经的记载看来，亚当是个心理健康能承担责任的人。
却为神所尊重和喜悦。他没有情感上不平衡的记录，制止他和夏娃犯罪后，他们的心充满恐惧，并且将自己隐藏起来。OK 啊，再一段，再读，再多一段。亚当被造，身体上是完全的，神亲自设计和创造亚当身体的每一部分。神看他整个的创造，并宣告一切都是好的。多年后，大卫王代表我们所有人说人被造奇妙，可谓整个人的完全。神造我们是完全的，并且他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能力对我们的全人有极大的重要性。当你继续阅读下文，你会知道神医治的能力，认身至于神对人的完全全人关怀上。对，啊，明白啊。那这个经文你们回去看了，所以这些都是有把握的。上帝创造我们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情感上是完全的啊，然后理智上是完全的。我想要把它消掉呢，看到被造的时候身体也是完美的。 OK， 是我相信上帝创造第一个啊，当时很 handsome， 第一个小娃是很 beautiful 的。 OK 然后接下来什么错了？历史上的这一刻，人站在悲剧的边缘，只一次的叛逆使人类离开神的同在。第一对夫妇可以接近园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和所有果子，唯一例外的是分别善恶的树。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数一次，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顺从他，他们便会死。属灵的死，世界的结果就是肉体上的死。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的灵死亡，死的律便在你里面起作用，最后你的肉体也会死。亚当夏娃的属灵过世，导致他们被住离开神的同在，其世界结果就是肉体的死。由于他们与神的同在隔绝，而神是他们生命的源头，所以罪和死的便开始在他们身上工作，堕落的过程便开始了。如果人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堕落的过程称作病和老化，是伊甸园的悲剧发生后，脱变一直折磨人类。一次不顺从的行动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所有负面的事，以致今日的人类在灵魂体各方面也受咒诅，或是以下一切的起源：疾病、不舒适、混乱、没有秩序、无能力、苦恼、不是大灾难、不和、沮丧、不和蔼、分裂、不完整。所有这些对健康有害的负面的态度和感情都是处理不顺从。对啊， OK， 堕落属灵的悲剧，人失去了无罪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罪疚感和定罪感。人失去与神宝贵的团契，他余下的日子就从神的同在悲住。人失去了他的灵的永恒生命，那就是他的神意识。人也失去了神的样式和形象，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统治权。这真正的统治权是似乎他是否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整个创造里，人是神的代表，但从那时起，人一直努力地维护自己在创造中的统治权。
所有亚当的后裔本该继承神的样式，但却继承了亚当堕落的人性。人失去智力的完全便努力重获知识，好使他有控制权。因为神是真理的源头，唯有与神有良好的关系才能得着真理。人也失去了感情的完全。自从人堕落后，人一直都脱离不了忧愁、困苦、艰难。人失去了心理上的自由，他把自己卖给魔鬼，魔鬼变成了这世界的神。亚当用神给他的权力和特权做抵押。从那时起，人类变成了魔鬼和他的污鬼的猎物。OK， 堕落带来身体的悲剧。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又吃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中的菜蔬，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人类继承了被诅咒的地，所以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生存。荆棘和蒺藜茂盛，使人更加劳苦。人被咒离开神的同在和生命树，且注定要死，必归于尘土。夏娃也继承了一个诅咒，这诅咒他传给历代的女人，这包括生产的忧愁、痛苦和顺服丈夫的管理。人失去了健康，继承了疾病。现代折磨人类的疾病都源于伊甸园发生的悲剧。那时罪便进入世界，罪带来疾病，而无法控制的疾病最终的结果便是死亡。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人类就不知何谓痛苦和疾病。他选择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疾病是邪恶的一部分，所以所有疾病都间接从撒旦而来，疾病非由神所造。在第二章我们会讨论人类生病的原因。 OK， 有问题吗？基本上 summary， 病从哪里来？病从撒旦来的，也是人的选择，因为他选择了果子分散自我住。 OK， 没有问题。 有问题等一下下一个 section 时候再问。我们暂停五分钟去小便。能给你们帮按下 thank you。 顺从的结果是咒诅的一部分，因此最直接或间接是疾病的根源，这是罪的工价的一部分。罗马书6:23，不舒适、缺乏平安就是疾病，这是亚当犯罪之后心理及感情的状态。罪疚感、定罪感和羞耻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变得脆弱，容易生病。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人类堕落之前，世上是没有破坏性的病毒、微生物或细菌的。神完成他的创造之时，他看万物都是甚好。如果那时已经有肺结核或霍乱、天花、炎细胞、癌细胞带严重的过滤性病毒或细菌，他就不会如此说。这些可怕的毁灭者一定是随咒诅而来的。第二罪人引致疾病，
由于罪自本上是拒绝神的管理，这时我们与神在生命的隔绝。我们也可以看这书也流离是疾病的主因，在神的国在彰显之前，所有的悖逆将会被阻止、制止、啊、那时就不会不再会有疾病、忧伤和死亡。接下去还没有三魔鬼的权势，邪灵有时是疾病和痛苦的直接原因，在马太福音9:32-33我们读到关一个被鬼附的哑巴。当耶稣赶出那哑巴鬼时，那人便立刻能说话，他的声带以前显然是被哑巴的灵捆绑。马可福音9:17至27提到一个年轻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他身上有一个哑巴的灵。17节，耶稣赶出那聋哑的灵之后，25节，那年轻人便得着释放。路加福音13:11-16写到一个女人，她有一个疾病的灵里18年之久，她的追记弯了，脸面朝地。现代医学会说她得了慢性追记关节炎。主耶稣把他从疾病的临终释放出来，他的追记便立即直了。他为他所得的释放将荣耀归于神。圣经多处记载有关受疾病的灵受苦的人，唯一使他们得医治的方法是用信心和权柄的话语赶出那些灵。当那灵一被赶出，那些症状就会立刻消失，立即消失。这种病人除了借释放的医治之外，绝无其他无法得医治办法得医治。忽视健康。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忽略了一些保持健康的生命力的基本因素，那么我们的健康会受损害。要保持健康，必须维持正常的饮食，还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成分。若是营养不良，一定会使健康受损。睡眠和休息不足也会使健康状况不佳。太多的工作和太少休息的消遣，亦会损害我们的健康。这情况在基督徒工人当中尤为严重。以巴佛提就是一个例子，他几乎快要死了，而造成这结果的原因是他服侍主和他的百姓疲劳过度。圣经中有许多章节提到有关食物的规定，告诉我们利益健康或不利益健康的食物。虽然新约并没有要求我们遵守这些规定，然而若遵守了，会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我们不该浪费太多功夫在食物上，
我们只需吃一些有助于健康的食物。Okay, thank you. 啊，暂停在这里啊。那人为什么要生病？很多很多传道人，很多基督徒把病都怪在魔鬼啊，怪在上帝不医治他。为什么祷告久而不能医治啊？为什么咳嗽？为什么不能医治？因为不停的喝冰水，晚上又开风扇开 aircon， 然后讲上帝你医治我，然后我告诉你，你生病不会荣耀神的，生病不荣耀神的，可见我们被医治的渴望有多少。我不是批评任何人呢，你看你病多久，就证明你不渴望被病，你被得医治的渴望有多少。我有生病吗？我有生病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不会出门，我待在家，我祷告到我被医治出来为止，那是我被渴望得医治。我禁止喝冰水，我禁止做应该做的东西。我知道为什么我会生病。有时候如果我没有睡觉，我通宵祷告，通宵做东西，next day 那个免疫力就软弱了。我不能再承受太多的细菌的那个东西，一些的传染就会影响到我了。真的，我去中国，我跟那些传道人沟通，跟那些传道人来讲课，我说你们需要的不是医治，我说你们需要的是维他命 C、维他命 B。 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当时我去跟他们讲课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长期为了服侍神也好，照顾身体的，不要讲照顾身体，连家庭都没好好照顾的。每三个月才看到孩子一次，每三个月才看老婆一次，怎么家庭不破碎？这个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来的。你们都照顾不好你的身体，都照顾不好你的家庭，让魔鬼留地步，你才跟人家讲上帝是好，上帝能够医治你，上帝能够照顾你的家庭啊，这个照顾不好。所以传道人，你的一举一动真的很重要。我站出来的形象给人家，我不是带着病的形象来出来，我并不是指责还是什么。我知道有些你们有家庭很难，不能够这么样。我单身很容易，我只要我感觉到有病或者我在生病，我就关在家里，我祷告，我坚持祷告到我病的一直在出来。但是如果祷告还不好，还有种种原因，可能我自己 TK 啊，也是有的啊，我坚持啊睡 aircon， 咳嗽还是睡 aircon， 还是喝冰水，我还是不能好，那看医生咯。看医生，你不选择上帝医治的方法，你就选择医治的方法，没有罪的，不要当的是定罪。到今天你还不好，你赶快去看医生，因为并不是享受的问题来的 ，OK。并不是很享受的 ，OK？ 那么你那么喜欢享受，我宁肯享受上帝的医治，而不是享受疾病。我在讲，我在强调，我在重申，疾病不会带来荣耀神。哎，接下去，阿顺，帮我一下。自然老化减少身体的力量。当一个人年轻时，他有青春活力，是有助健康的。圣经写道：“你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甘露。”在白大卫来，他讲他翻译错，大卫。大卫来，其实大卫也说到：“如因返老还童。”以赛亚更清楚地提到，这是指更新我的年轻的力量。杰里麦亚告诉我们，人在幼年，耶利米啊，杰里麦亚是耶利米的，他们是用英文来翻译啊，所以就是怪耶利米亚。人在幼年富耳，这原是好的。年轻是辛苦工作的时候，这正值壮年时期，已是身体的
巅峰，巅峰时期，所罗门生动地描写年纪老的限制。他劝我们：你趁这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纪念造你的主。当你有力量和活力时，要尽力去爱神和服侍他。看看摩西，当他年纪很大时，视力仍然很好，身体健壮。一般在壮年期一过，人的力气就减少，视力也衰退。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期望在年老时也拥有健康和力量呢？难道我们不能期望在晚年身体也得医治？当然不是，神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相信这是教导我们，我们能期望一生健康。我曾见过许多年老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身体老化的现象象征着神已不再对他们感兴趣。有时他们会担心，也许因他们犯了罪，所以身体的软弱是审判临到他们的结果。很多时连真诚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一定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他们有很大的定罪感。要帮助他们明白，年纪老了，身体的老化是正常的，不论是否基督徒，情况都是一样。OK， 我相信这一部分就回答到 Esther 你的问题。我们身体有老化的，不能永远都是不稳。我看回我20岁的时候，到我今年30岁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大的相差，我不能不认老。30岁就老了。我以前我能够3天3夜不睡觉，我还很拢幸福嘛。我今天一个晚上不睡觉，我开始笨了。我看发现我笨了，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我讲话慢。停机啊，我们要承认的，我们会老的，因为我们有诅咒，我们是有诅咒的地上的。所以，弟兄姐妹，趁你还有活力的时候，真的是不言的。趁你还没有老人痴呆症的时候，真的多多服侍神。趁我们还能够走路的时候。我这么拼，因为我不想拿短杆的时候，主啊，我要服侍你的味道，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要回到天家说，主啊，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真的好好的服侍。阿门。这一段经文，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是说要那个人是80多岁。他的力量是这样一点，那我们可以用这句来。可以，那就是啊。他是指就是这样。这样的，那我稍微跟。我们这个跟那这个不只是跟医治有关吧？那应许的东西是，应许的东西有分。我常告诉人家不明白，应许有分被限制而不被限制的。你看什么叫被限制不被限制？很多时候上帝给的应许。你若遵守忠心遵守我的道遵行我的旨意，我就给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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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许呢，可很清楚的看到呢，是有条件的，你必须符合一些的条件，上帝就给你。就好像爸爸，为什么上帝这样的跟我们谈条件？对，爸爸也是谈条件，如果你考第一名，我就买脚踏车给你。上帝也是这样，如果你听话，你遵循我的话，你没有做这样的东西，你就得到这样的东西。这个叫有 ，and promise with condition。有些应许是不受限制的，是没有条件的，一定做的。好像耶稣要再来，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一定要再来。这个应许一定来的。耶路撒冷一定被重建，这个是你喜不喜欢的话，一定被重建的。以色列一定会复活，不管你喜不喜欢，联合国批不批准，它一定重建的。1948年，以色列就成为一个国家了。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每一个国王灭亡了，亡国了还能复活的，这是上帝的一个印证来的。我以色列是我的百姓，犹太人是我的子民，我一定要他们回到原地重新建立家园，这就是上帝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你说有时候，我告诉你兄弟们，如果你是认真
然后认真去认识上帝啊。上帝有时候的手段是蛮傲慢的，蛮傲慢一下的。这是讲到上帝的主权，他不跟你讲理的。上帝要做就他就要做，但是有些应许是要看你的回应的，所以我们就要分，所以我们就有有一句话叫做那个是帮忙一下，挑片医生那个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年主义。什么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什么啊？你什么都不用做，是上帝在做。你什么东西不用理上帝，上帝有主权，上帝都是在做的，你没有机会讲的，都上帝在做。阿米年主义是说，圣经有分两个神学。阿米年主义是说啊，人要靠努力要来回应上帝，要来做一些东西，上帝才会做事情的。对我来讲，这两个主义都没有错，没有对和错。圣经里面你看到加尔文主义，圣经里面你看到阿米连主义，所以上帝有时候他是要你的回应的。如果你不回应，上帝不做工。有的时候上帝不理你回不回应，他一定做工。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没有对和错。OK， 那当你生病的时候。我知道有一群的基督徒是很受伤的，但有一当他在生病或者一传道人在生病或者一个牧师在生病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他一定犯罪哦，他一定犯很大罪，上帝才不能医治他。不要讲这样的，你不是上帝，你不知道他面临是什么。人家生病已经很辛苦了，还加上一家不是生病是一个老化的缘故，不是一个罪证明你是犯罪还是圣洁的缘故。OK， 不要拿这个来讲。OK， 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继续下去哦。有，还没有答完，还没有讲，还没有够理解。通常是年老的人生病比较多，通常啊，然后我们这里有讲到，难道我们不能期望在晚年身体也得到医治吗？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像通常我们去探访的都是老人啊，所以我们要怎样来 claim 这个医治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老化了嘛，那我们的部分硬要拉上帝的手，老也要来医。对，我们有不祷告又不能。是，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了。那这个是临终关怀的一个事工来的，很重要的。第一要有两个观念，我们不要只是强调一个观念，两个人。人老了，伊姑娘会歹啊，人用家的姑娘唔系穿鬼啊，冇感情冇系穿的感情会系穿呐，人伊只机器用家佮怎样会白板会歹，这一个观念，对了吗？因为老化讲到老化了，那会虽然是还没关。上帝，咱们看到圣经里面几哪里好的见证啊，好的榜样啊，啊你活老只老老活老老的，咱祈祷个主，那主咪好咱人，不要紧的，咱祈祷个主，不是 simple faith 啊，简单的信心说过你很多的礼物，我是真帮助老。有一个老人啊，他明天就要死，他的脚今天不能走，上帝医治他，明天就接他回去。你这样讲啊，明天他就上帝要借他，今天上帝医治他，好了，他好了就死掉，好了就回去了。嗯，好像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有些神的仆人啊，很拼的，其实有些东西也要拼，对，有些东西不平衡拼啊，家庭也没有了，身体也垮了。那么不能够刚才我已经讲了吗？健康就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上帝公民的健康是一个荣耀神。你活的健康，你吃的健康，你管住你的大业。我觉得我记得我过了35岁，我要瘦很难的。我再怎么一整天没有吃，也不会瘦到那里去。喝水也可以胖的。是，但是我常常强调，我跟家人讲，我不是要你瘦，你不要再奢望你会瘦了，我要你健康。喝
身体系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要瘦啊苗条啊漂亮，你会很辛苦，你要健康真的很困难。但是我43岁了啊，我很快乐。你不一样啊，我少吃一两餐哦，我明天就见效。体质哦，体质啊，你一直你的体质打好了吗？以前你瘦下来了，稳了吗？我告诉你，那饮食习惯真的很重要哦。都别很老的吗？我们活的年龄跟有关系的啊。等我现在讲美容啊，讲什么减肥啊，因为有讲到健康嘛的。你看啊，你要不要紧的？没有紧。那你看啊，你要知道，你年龄越大，你的新陈代谢越慢，一定慢的。包括你吃什么补药都没有用的，因为你吸收的能力，你吸那个吸收啊。都讲灵芝啊，它吸收也不会吸收太多了，你的新陈代谢慢了。然后那年轻的时候你拼命吃，你运动量大，对，早得挑得着命一样，运动力就是很快就消化掉，你的脂肪你的赘肉就很容易甩掉了。你年龄越大，你的运动量少的时候，你又吃多，没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吃多餐而希望说运动少少来减掉你的赘肉和肥肉啊，发梦都没那么早。那些保持身体很好的是因为他们有吃，他们有control diet，他们运动得很好。我自认为我不好，我哪有时间，我很想6点起身已经是在祷告在灵修，那还要去爬山什么？我已经做，我很想做，一直在我，但是你要叫5点起，我真不做不到哦。因为什么？睡不够，我睡不够吗？也一样啊，也是因为导致我不健康的缘故吗？因为我最少的阿孙是我的建议，我最少都12点才睡，最少1点才睡，有的甚至没有睡。那你可以做得到早起来运动，我很想，我已经知道我不能了，所以我从那里找走。打野了，管错我的饮食，我有过大的，我坦白说，差不多一年吃两盘的，榴莲我有管错的，什么东西我管错的，我什么东西我知道，我已经在这个年龄的，我30多岁啊，还算年轻啊，我已经在我的年龄的上了，管错了，我尽量在8点之前吃东西，都做不到。久没有办法，真是因为好像昨天我12点才吃我的晚餐，为什么下雨一整晚上我都不能出去，我回到家已经12点了，我11点说才吃一个米谷海水东西，我吃米粉汤，为什么要这样克制自己？这是对上帝的交代，对自己一个照顾来的，不要搞到自己啊生病啊。我告诉你，我的牧师不讲名字，他今天有忧郁症，包括有高血压，有很多的疾病。为什么？他一旦有这样的病的时候，他的医治的侍奉，他医治的事工啊，完全没有掉。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没有这样的权柄在讲说，上帝医治你，上帝医治我，你先医治你的病情啊，看到没有？我是要健康，我可以很大胆、很大声、很肯定的跟你讲意志。如果你今天还在病，你讲在讲意志，我没有批评任何人啊，这事实来的。如果你活得不健康，你更不想跟你讲意志，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啊。对啊，魔鬼留地部门的讲谁出谁入，我讲了，你活得这么不健康，你活到这么样，还有梁牧师讲的家庭也一样，你要平衡的。很多，那去年有一个牧师在阿罗萨当场在讲台毙命死掉，为什么？荣耀神吗？你可以讲啊，一个角度说话，你看他服侍神，服侍知道在讲台死掉多荣耀神，反正对来讲不一定是荣耀，那个角度来看不一定是荣耀神的，为什么？他连一个礼拜天跑3场来讲道。55岁了，为什么这样？
no， 他拼命为神工作。那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传道人，是我一生里面最敬佩的，我也是当他是榜样的。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宋尚杰 ，Johnson， 他的服侍只有15年。你有了很多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不会他这样的角度来说服了。他说，他常常讲，他自己讲了，他还没出道之前，他上帝跟他讲，你的侍奉只有15年，我给你15年好了，你不会有太多事，每五年一个阶段，到第三阶段我就把你接走，这是他在日记里面清清楚楚说的。但是我不能够接受，是因为他是大便大量出血到死为止的，他的死因是因为他大便是大量出血到死为止。为什么这样？饮食习惯没有照顾。他本身是很有学识的人，是博士来的，他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博士，是第一个代表国家，是很大的荣誉，是全中国第一个去美国读回来的科学博士，他有很充满的知识来的，他可以照顾好身体的，他有4个孩子，1个老婆，他几乎是可以不用结婚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跟老婆在一起。这15年你要真的好好死，他真的很卖力的去服侍神，他带领这一辈子里面带领10万人信耶稣，所以很美好的见证，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家庭照顾不好，他死后他4个孩子真的要寄给人家，寄养，好吗？每一个人你看他的生平，你查考这边，他有好的不好的，我们拼好的，我们不要拼不好的。他很拼，但是他已经忽略了家庭，忽略了他自己的健康，他可以不用放大便到出血的时候生病啊，痔疮可以医的吗？可以切的吗？为什么不要？我不知道。最后呢，就因为出血，这是一个悲剧。他的医治的施工是很大有能力，他从来没有按手人祷告的。我牧师今天会信耶稣，我牧师这整个家族会信耶稣，是因为他的婆婆去了宋尚杰的聚会，宋尚杰没有为他祷告，他是被抬去的。我牧师的婆婆是 stroke 中风啊，被抬去的，在那边放在那边，听他一谈到，他就起来走路回家。这样的能力的一个服侍，一个能力的一个仆人，他从来没有按手祷告，他只是讲到传讲耶稣，人就马上有医治，有什么现象出来。这样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不懂得照顾自己，他把蜡烛真的燃烧到完，把燃烧到尽。他是一个布袋的一个传道，讲到一天讲到10多个小时，宋尚杰啊，睡觉没有3个小时，回到家半夜到晚上10点开始就开始祷告，拿那布袋起来，每一个人寄给他的信，他每一个人带到。祷告到5点6点才睡觉，8点就开始讲到，一天讲10多个小时。啊，就不是，无时无刻。你觉得这个人很，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哦，这个是很敬重的，但是未免，我很难讲错和对的东西啦，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我只能给上帝只给我15年，我要好好做。他的自己里面写的，所以有人就拿出来讲他是没办法的，他已经有护照，他有使命了，你可以看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能免可以证明。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哎太消耗我的，我一定要管住了，我要去休息，我要去睡觉，我可以一整天睡觉的。我觉得我会满地就是我任意放纵的一天的，我要睡到自然醒，我12点才起身。我年初夕啊，真的是那个是一个很过分的，我睡到下午4点，唉，没有人 call 我，也没有人什么，电话也关掉了，然后啊，上面去吃一个米果仁，继续睡到
隔天早上初一啊，哎，为什么有人叫我传吃团圆饭的？因为我睡过了，电话关掉。为什么？因为那你需要吃什么？真的。那，所以我知道辛苦。哎，我知道我找到哎家庭日志啊，给他休息。我不讲到不什么的，就这个晚上你就去睡、去玩、去休息，这是我的用意。哎，可以吗？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还有什么问题要讲吗？问题是没有，是说老人好像老人小孩子亲戚讲了，你一直讲。老人，老人家，那你问家会专业来的。老人家你要耐心，他们是小孩子。你要去 support 他。小孩子的，你跟当然是小孩子来讲。小孩子，他们烦恼烦痛的。可是我的老人呢、啊，心里啊，像我他的那个病好起来哦，他那个哎姑啊。我们不能拿一个例子全部打倒全部啦。而且有一些老人呢、啊，你要慢慢说他，跟他讲。你看他自己老年长的施工真的是不容易做的，要花很多时间的。哎呀，讲啊，真的有一些老人，你他听了，他自己病也好了。你不能按手祷告就马上好了，不能讲，因为他们是需要朋友的。convenient 老来伴，如果他又没有老婆，没有什么，他一定要人跟你讲一大堆，他曾经做过的东西，他有什么多大的成就啊？我曾经怎么样？你要听了他，听到他心，你听到他。跟你讲很多东西，心开的时候你才把一句重点给他，把一个心给他，他才能够这样。为什么安哥到现在还不要心理？你这个逼的那个，你要陪他的，能没时间陪他就没。那个是因为很多随心都围住他，讲8个小时的话，他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是，所以你要陪他了，所以要很多时间陪他了。那天你去他的店讲，一讲不了，他说要信，要洗礼，他现在还没有洗礼啊。因为他整天给卖鱼那个啊，你看，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有东西，你看到不同的事中有不同的果效，你要用有策略去那个。OK， 我们来看第三章神医治的命令。到谁了？到神救赎的名。当我们立考到耶和华救赎的名时，我们开始明白神对我们全人一灵、灵魂体的关系。耶和华就是那向我们启示自己是自由拥有的这民数及神救赎的工作。圣经中有七个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一起用的名称，每一个都显示神为我们提供的救赎的一方面。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在摩利亚山向亚伯拉罕宣告他自己当要面对献上唯一爱子为祭信时，祭圣时，亚伯拉罕听见主呼叫的声音，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神在附近不远的地方预备了祭物，亚伯拉罕就叫那地方做也。耶和华以勒，神以承诺为我们提供一位救赎主，一位会代替我们死的救主，这是何等的奇妙！可以懂吗？稍一下，那你看呢？为什么我想到一方法要你们拿来读？这个是一个多年的来写信，你们要刚才讲到的。你们一定要学习到你们咬字很清楚啊，曾家威，你讲清楚一点啊 ，OK， 咬字清楚，这是你学习的，读对不对？那个字对不对不重要，咬字要很清楚，这是你讲到有帮助的 ，OK 啊，接着去。耶和华拉法原为一字之意，战神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后不久，他向他们起誓。他是医治他们的，他已经向他们证明，
他是他们的救主和拯救者。如今他显明他也是医治他们的主。旧约很清楚地提到医治是救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罗告诉我们，新约在各方面是更美的约。若是旧约对人有如此的供应，那么新约岂不更美？耶和华你心主是我们的圣旗旌旗或是我们得胜者。这个启示来自神使以色列胜过亚玛利人之后，当摩西站在山上向神举手，主就灭绝他们所有的仇敌，使他们大大得胜。摩西为主建了一座坛，称那个地方为耶和华尼西，主为我们高举得胜的圣旗。耶和华旌旗，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平安。这个救赎的名启示我们何等有幸透过在基督的救赎认识或拥有神的平安。这是完全的平安，其字面意思是拥有一切使我们平安的。经上说到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平安这个词希伯来文沙龙意思是我们全人的健康、幸福和完全。耶和华，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请沙龙啊，沙龙啊。第五，耶和华罗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这篇诗描写了一个人有主作为他的牧人，是何等的幸福和安全。主作为我们的牧者，所强调的是他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是神草场的羊，基督的救赎为我们提供一位慈爱和细心的牧者的保护，这是何等的奇妙。第六，耶和华奇根奴，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和神的审判。基督的救赎不只救了我们，也在父面前宣告我们的义。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第七，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的同在。神的同在透过耶稣恢复在我们的生命中。亚当从神的面前被住，而我们通过基督回到他的面前，作为他所属的百姓，我们不断地享有他同在的祝福。结论，每一个救赎的名都显明了神通过基督给我们不同的祝福。医治不是给少数蒙爱的人，乃是给不行这例行这业的每一个人救赎权利。神是以色列的耶和华拉法，他宣告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Thank you, OK、这个名字很重要了、Jehovah Jireh, Jehovah Rapha, Jehovah Nisi, Jehovah Shalom, Jehovah Ra'a, Jehovah Shikanu, Jehovah Shama。你看上帝的名字也是很完全的，七个，七代表完全。OK， 这些以后我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研究神的名字啊，一个很深的一个课程来着。OK， 我读透过基督的救赎罪的医治，我们从神得着的每一个祝福，都是透过基督在加列山上的得胜而来。这包括了医治，救赎这个字意思就是以主和而为义。其目的是医治我们以神的疏离，恢复我们以神的团契，并恢复人类在堕落时所失去的一切。人类所失去的其中一之一是健康和力量，透过赛属就代替救赎了，健康得以恢复。罪和疾病是临到人类的双倍的诅咒，耶稣为这双倍的诅咒提供了双倍的医治。以赛亚生动地描述这故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在许多希伯来学者做希伯来文记就业原文指出佐利这字有时被译为忧伤，但多数被译作疾病。这个字查拉而来，意思是软弱、生病或受苦，而马克意字通常译作痛苦。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马太对以赛亚书53:4的解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的翻译是比较准确，他支持了这个事实。身体的医治是透过基督的代赎。在以赛亚书53:14有两个动词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词是担当，拿撒，也是以赛亚书12所用的动词，他却担当多人的罪。既然同样的动词在这两节中出现，使我们了解到基督担当我们的疾病，如同担当我们的罪一般或者一样。我们知道他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受苦，同样地他也担当我们的疾病，替我们受苦。由于他替代我担当我的罪，所以我从罪中得释放。他也担当我的疾病，所以我也从疾病的释放。基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和疾病，所以凡凭信心接受的都能得着赦免和医治。第一个动词是背负，希伯来文查巴，意思是背负东西，作为一种刑罚。这词用在以赛亚书53:11，我们读到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结论是，若是基督担当我罪的刑罚，我就不用再背负他；若是基督担当我的疾病，我也不用再背负他。所以有病找医生，一个好的医生会告诉你，我不能医病，我只能够帮助。现在的医学发达，就算科技发达到一个程度，它只能帮助你不要那么快病，或者不要那么快死。它没有医治的能力，医治能力是来自上帝。OK， 接着还可以接下去吗？还有分钟吗？医治是在加略山被埋属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为我们提供了前人灵魂体的治疗。基督借他的死，为人类买属健康。希腊文新月证实这个结论，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包括了医治和赦免。这个一般的动词得救原文是手中，意思是完全健康。这个是在罗马书13:9被译作得救，就必得救。同一个字在马可福音6:56被译为一座好，多人病人摸着他基督就都好了。所说这个字同时用在这两个经节经文里，没有基督徒会否认基督所受的苦，至今仍然赎我们的罪。那么我们为何以为今日没有医治呢？既然在旧约中他是一位医治的神，他今日仍是那位医治的神，他仍然是耶和华拉法主，我们的医治者，他绝不改变，他的性格、本性、性情都不改变，因此他的旨意也不会改变。你看我之前给你们那个神学的那个信息和神学的那个医治的神学，你看一样的，看到没有？我没有抄他的，我是先给你们才 bring 这书给你们，这书我是没有读，你也没读到的。你看这个医治的观念很重要，我相信这些的根基，你把你的所有的医治神学作为你的根基，以后你的服事就很有福气。
我们继续，还可以读了，还可以读，还多读一点点。基督医治的侍奉，基督医治的侍奉，耶稣自己是我们医治侍奉最好的指引。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看见神心和他的属性。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相信我，我在父里，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死后，计划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14:8-12，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耶稣来是要用他的生命和侍奉将父不改变的属性显出来。主耶稣如此清楚地显出他对人全人的关心，当需要医治时，他的医治。当人需要食物时，他给他们食物。他显示了神爱人的灵魂体，就正如被造他们有灵魂体一样。我们也学习到主耶稣看重他的神迹，对他而言，神迹印证了他话语真理。我们也受鼓励相信基督医治的能力在我们侍奉中。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就到1:2-5-7来，接下去。耶稣为何要医治？一，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当彼得的岳母得医治，许多人围着上来。马太告诉我们，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二，显出他的怜悯。有许多经文提到基督因为怜悯的缘故，激发他去了解人的需要。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三，表达神的慈爱。保罗提到以巴弗提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相信保罗是指主医治了以巴弗提，是证明神真的差遣耶稣。随着耶稣的侍奉的神迹和医治，是证明神与他同在的记号。彼得说，神借着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的神迹，将它证明出来。OK 啊，接下去。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只要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也照样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了。即便是魔鬼的工作，耶稣被彰显是要毁灭他，彰显神的工作。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都很好奇，想知道这人瞎眼的原因是他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的结果。然而主耶稣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他说要在他身上展现出神的作为来。趁这百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然后他就医治那人，清楚显明的医治那人的原因之意，是为了彰显神的作为。第七，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将神大能的作为实现出来，使他的父得荣耀。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在路加福音13:10-17，我们读到一者讲记一个疾病，
一个被疾病的灵捆绑了18年的女人的故事和主如何释放她。十三节告诉我们，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就归荣耀与神。注意，她是被医之后才荣耀神的。阿门。你看，我找不到没有更好的理由不撒播，也不相信神的医治，因为神的医治所带来的果效是多的，是一个他要引念，这是一个预言，然后这是彰显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也证明啊、神是拆牌的神。同样的，今天你要将证明你是上帝的仆人，医治是你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除灭你每当。病的医治，你就在触灭魔鬼的作为；每当你在医治，你就在彰显神的工作；每当你在医治，你就在荣耀神的医治。阿门。还有什么？ OK？ 呀，还有什么要帮安？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吗？